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200C，王子先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跟着同大家介绍这个疗剂叫做曼陀罗，个学名叫 Stratmonium 曼陀罗。曼陀罗呢 Stratmonium 呢在同类疗法呢是一个是主要是用在一些疯狂的问题，譬如精神病的疗剂来的。咁咩情况嘅精神病呢？譬如可能一个孕妇吓，孕妇咧出现嗰啲花癫症吓，发癫喺怀孕嗰时候，生细路仔嗰时候，或者有啲宗教性嘅狂妄吓，咁有感觉咧佢又犯咗一啲罪，呢种罪咧系不可宽恕嘅罪吓，咁佢亦都感觉到可能咧佢自己系俾魔鬼上咗身，附咗上身，即系好多嘅狂想吓，嗰种妄想嗰方面嘅症状嚟嘅吓。但系咧曼陀罗有一个好得意嘅症状咧，就系咧呢种嘅人咧嘅病人咧系通常系冇乜痛楚嘅。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很特异的症状出现在那个曼陀罗 的病人身上，他们通常 是没什么痛的，虽然他的人疯疯癫癫 是不会痛的。那曼陀罗通常是容易用在一些后生的人，尤其是小孩子小朋友那些高烧啊，出现那个癫狂性的症状呢，这个呢是一个曼陀罗 的主要那个用处的地 用的地方来的。曼陀罗这个呢是当然会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啦。咁在同类疗法呢亦都是用在一些疯狗症下。咁同类疗法的疯狗症的疗剂呢有那个癫痫啦、贝拉多纳啦，同埋这个曼陀罗的。咁另外一隻呢係我哋叫做拉仙，拉仙呢係疯狗症嘅病質藥嚟嘅。咁呢三个佢话主要嘅疗質处理嗰、那个个疯狗症嘅。咁曼陀罗当然主要係对一啲精神病嘅病人啦，发疯啦，狂即係、就是
个狂妄啦，好多嘅精神病嘅系嘅应用嘅地方嚟嘅。咁仲有聊斋，我哋经常作为比较咧，就一个叫 Hyoscyamus 啊 ，Hyoscyamus 啊，叫我哋嘅黑梁币吓。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用喺一个精神病嘅病人嘅疗剂嚟嘅。咁两者唔同嘅地方咧 ，Hyoscyamus 咧就比较上被动啲嘅。啊！佢中意講嘢啊，神昏諮語啊，但係咧就冇咁多動作嘅。而嗰個曼陀羅咧，通常咧係比較上咧係暴力啲嘅狂妄啊嘅症狀嚟嘅。咁通常咧遇到嗰、那個曼陀羅嘅、那個發癲嗰陣時候咧，你需要咧係綁實佢哋嘅。如果唔係咧，佢哋會傷人啊。咁喺同我療法咧，曼陀羅同埋另外一隻南美蛇道咧，呢啲嘅病人咧都係會傷人嘅，會所以一定咧你要去約束住佢嘅，綁束住佢嘅。好啦，咁曼陀羅咧亦可以用喺一啲發羊吊或者痉挛嗰啲病人，尤其是喺啲高烧下，高烧嘅时候咧，咁当然咧，我哋通常谂到嘅疗剂咧，高烧就譬如嗰个癫痫啦吓，咁啊面红啦、泛红啦，嗰、那个瞳孔胀扩大啦，而个细蚊仔咧喺度即系喺度好多妄想啦，咁亦都可能佢感觉到咧可能见到有好多怪兽啊、狗啊呢啲咁样嘅，咁遇到呢种情况嘅高烧嘅小朋友咧，你要谂到疗剂咧就应该系曼陀罗吓，咁曼陀罗可以咁讲咧系比较深入啲嘅吓嘅比较暴力强啲嘅疗剂啊，同嗰、那个嗰癫痫 ，OK， 咁好多时候咧，如果呢个情况啦，咁一个细蚊仔可能因为高烧啦吓，跟住个人咧神昏癫语发咗癫啦，通屋走啦，去咬人啦咁样，有好多啲幻觉啊吓，咁呢种情况之后咧，你要谂个疗剂咧系曼陀罗啊，咁曼陀罗亦都系一个主要喺用治疗嗰、那个精神分裂病嘅吓。咁精神分裂病咧，其嘅療劑就包括嗰、那個南美蛇毒啦，同埋馬六甲嚇呢、這個叫 endocardium 同 lexus 呢兩個都精神分裂嘅。咁我哋通常係一種狂妄性嘅精神分裂啦，佢個病人咧感覺咧有人追即係追佢啦。咁佢有時候你感覺咧佢好似一個野獸咧被困咗喺度嘅嚇呢種咁樣嘅個症狀，你望落佢隻眼神咧好似一個被困嘅野獸嘅眼神嘅。咁我處理呢啲精神分裂嘅病人咧，我哋要小心啲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尤其是佢食咗药，食咗西药，食咗成几十年嘅西药咧，咁好多时候咧，如果你那个药戒得太快咧，佢可能会反弹都不受控制嘅。咁所以咧，呢个曼陀罗咧系对付嗰啲疯狂啊、暴力好强嘅、好野性嘅发疯啊。咁好多时候咧，点解会出现咧？就有时可能受惊关系啦，可能中风啦，或者咧系头部受伤吓，咁甚至乎嗰、那个meningitis 啦，嗰、那个脑膜炎啦，都会导致呢个嘅症状嘅。啊，咁喺应用方面，我哋好多时候咧会发现咧，佢哋真系有一种所谓好似鬼上身咁样嘅，那个病人咧可能能够咧系讲第二个语言出嚟即系好似驱魔人嗰啲，见到嗰啲画嗰个景象啊，嗰、那个病者咧好似成会可有另外一个声音喺佢身上，佢又会有好多呻吟声音啊，敲叫声啊，好似啲动物嗰啲声音啊，通常讲嘅语言咧都系好粗暴啊，个语言咧好多愤怒啊，系好嘈啊，咁佢亦都有时候咧就会追踪一啲人嘅吓，咁我最典型咧就系我哋叫做人狼啊 ，werewolf 啊 ，werewolf 咧嗰个影像咧，嗰个就系呢个嘅疗剂嘅景象嚟嘅。好啦，曼陀罗咧嘅最大嘅恐惧咧就系对狗同埋其他啲狼嘅吓，佢哋好有阵时候咧，佢哋幻觉咧系感觉有啲狗咧系嚟到袭击佢咁样，咁佢亦当然都有嗰个闭塞恐惧症啦，好怕嗰啲
黑的地方啦，同埋好怕嗰啲窿洞嗰啲 tunnel 啊，嗰啲通管道啊咁樣。咁亦都有宗教嘅狂熱啦，好多時候咧就會講埋曬嗰啲鬼鬼神神啊、靈魂啊、魔鬼啊嚟到咧係襲擊佢嘅。咁曼陀羅咧亦都有一個驚咧，就好怕鏡。同埋咧，好怕個十字架嘅，咁所以你睇到咧，我哋嗰個所謂驅魔人啦，嗰呢啲咁樣嘅症狀咧，俾鬼上身咧，呢個係一個係主要嘅療劑嚟噶啦。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咧？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